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厉害的无线蓝牙耳机，它的名字叫做 Buttons Air X。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它的充电盒呢跟整个耳机呢都是一个消光黑的颜色，然后外形有点像是六角形的切割 ，OK， 很帅，很有设计感。然后里面呢是一个耳道式的耳机，那它也有附不同大小的耳塞给大家。啊，外观的话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耳机给大家呢？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跳舞的人使用。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戴耳机啊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跳一跳耳机会掉下来嘛。它这个耳机呢，它有它的人体工学内环设计，当我们在剧烈运动啊，或是在跳舞的时候啊，基本上是不会掉下来的。这个耳机呢，有相当广的音场，不管是高音啊，还是低音啊，它都可以相当的凸显。像我们跳舞的人嘛，最喜欢听的就是重节奏的音乐。那当你用这个耳机听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完全感受到它低音的震撼力。然后这个耳机呢，也有降噪的功能哦，它可以主动降噪35分贝。所以当我们在外面戴着耳机练舞的时候呢，完全不用担心被其他人给干扰。它也有支援 iOS 跟 Android 的系统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手机品牌的问题。最后呢，它的电池续航力呢，搭配它的充电盒可以达到30个小时，非常长的时间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推荐这个无线蓝牙耳机给大家的原因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赶快到他们的网站去购买，它的名字叫做 Buttons Air X。